呃，每天早上的六点钟呃，熊猫就会来到我们的室外馆。啊、呃，在室外馆的话，它是呃，在下雨之后会长出很多的笋。啊、呃，像他们俩的话，一天最多是可以挖到二十到三十根的竹笋。呃，每天吃的。 是定量定餐的，有苹果，有胡萝卜，呃，有竹笋，有窝,窝头，另外还有，呃，补充一些微量元素。 Jelajahi cara 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, download Metro TV Extend sekarang.